前反对做迷侬水库，让有个迷侬网跳机都经判了二十家业，对今年起始主判单位迷侬爱乡协进会吞当年路判的传统，而改做两年一摆的数年战的形式。无判网跳机的今年，如果有采取合适的正式网跳团队深入到地方去做有主题的田野调查。行去龙都铁三干线，了解罗农海洋的跳高水准、江水不明平原。一群由闽南菜地学生的组成的摄影业的团队，透过主题性的田野调查，重新认识自家成长的环境。我能够借由这次的活动，就是像那个学校做作业一样，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出去探险，然后一起去访谈，然后一起去了解在地的一些生活故事。然后再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可以往贴纸期盼的时间，系在每年的七月学生的表暑假时节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一体短短十个月，由学生的完成发通，时间压别真大。在改做数年站的形式以后，将有更多时间培养后生人关心自家家乡。双年展的这个想法是一年 C 一年台祭典，就是不用每年都办一个祭典，但是前面一年可以都明年的祭典要总跟，其实有个虫呀、楚皮，就包含我们现在做的田调，然后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耕耘。闽南乡长谢表示，透过设计的田野调查，可以对自家家乡更有感情。睇每摆同居民的访谈地碑，理解睇环境有乜嘅问题，也了解农村的饮食。未来也会成为关心地方议题的力量。下个新闻整份资工报道。